那么，那伫这个分加南家吼的洪雅族啦，吼、哦，这个洪雅族，加伊加分林家，哈、哦，啊，加伊有一部分是往那西拉雅族的，台南跟加伊交接家吼，台南家大部分拢是西拉雅族。西拉雅族是咱边埔族内底差不多上大族的，啊，其实伊还佫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叫做大满族，就是伫迄个莫拉克风灾吼，2009年八月七日莫拉克风灾灭村迄个小林村，哦，因马仔要小林业绩，哦，马仔要办哈。那么另外一个支族就是马卡道族，就是戈宾地区的马卡道族，哦，这个伫戈宾地区遮，哦，我的祖先较早就是伫高雄市的茶山顶馆吼，我的马卡道族。啊、因为明朝的海贼叫做林道乾，后伊发现讲，我边啊有一个，就即卖高雄港吼，会当做伊海贼的根据地。啊，当时茶山顶是一个岛，因为边啊拢许沼泽地区，个微调，所以敢那看是敢那一个小岛安尼。啊，伊阵爬起来，啊，阮的祖先，因为海贼等于职业军人，啊，阮的祖先从来冇咧修建啊。因为那边吃海产落来，那海那海水那提，遐一窟一窟的水来，遐拢做着鱼啊、鱼嘛，吼啊个蛤嘛，啊所以茶山来滴看做着迄个贝壳种，吼啊嘛迄个小动物，迄个山腔啊，还有鹿骨种啊拢有，吼啊我的祖先就许爬白龙走四线，吼会走去屏东，啊屏东迄个名嘛是阮平埔族。诶，伊语言所翻出来，吼，伊还有做阿口，就是阿狗、阿狗声。啊，高雄这个地名嘛，是阮的祖先的回忆，因为阮西拉雅那个马卡道族，拢用竹啊做家具、眠床也好啊，起竹厝也好，还是迄、那个咱的桌搭吼、桌罩吼、哦，反正都啥物用具拢用竹啊做的。好、哦，哎，竹啊，这个叫塔口，哈、哦，对，竹啊，作这些所在叫做塔口。啊，日本人来台湾，来治理台湾，总用这个塔口。对，日本的日语的发音的高雄，就是叫做塔口，所以伊总甲高雄甲下做，即卖目前高雄市管区的地名，好、哦，塔口是安尼来，好、哦。好，啊，咱们安怎讲？怎样讲？咱是平埔族。你把你的手弯起来，你注意看，你这个脚哪有一条绳的哈？哦，这种平埔族的，哦，那有绝对是哈。啊，过来就是你的脚，上尾仔迄个哈，那鼻绳的，哦，迄种那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哈。啊，过来就是，譬如那像我呢，欧先欧先，欧不欧人遐欧。啊，八无白人遐八，差不多行，差不多八分色，超过答案的吼。哦，这我那拼不住的哈、哦。OK， 啊，其实咱也卖，皇宫咱皇叫白波番吼，啊就受气，唔免哈。这是因为为了要通知咱，刁工甲咱讲咱是番，哈、哦，番对大清来讲就是外国啦。咱定义是外国啦，哦，另外因满清的人咧讲外国人，那遐个白人因头毛红的吼，荷兰因就讲红毛番，好不好？红毛伊红毛城，吼，都荷兰人啊、西班牙来台湾所起的厝，拢讲叫做红毛城，吼，对不对？啊，包括咱咧用的水泥叫做红毛土，迄就是。西方和荷兰因发明了哈，啊，再来台湾用，啊，我足够用的，胶胶的，许钉的，钉壳钢那石头啊，所以因讲叫做红毛土啊，吼，红毛土是安尼来的，好。啊，所以咱先来了解家己到底是对一族的哈、啊。那么你要回溯等于找讲你是对一族的，你可能爱问讲，恁阿公阿是差不多恁阿公的阿公啊，哦，去。阿公阿公叫做周公哟，嘿，一年啊，
早期大清伫台湾，甲咱管212年至13年，无在条为北部为台北，吼、哦，家人这边讲开条纵贯线，开到到屏东，无在条，是日本人来了，吼、哦，伊用上新的设备甲技术，甲所有的南北即个溪沟吼，拢起桥来做整条做台一线。台一线是日本人开通的纵贯线，有人讲纵贯线吼、哦。啊，伫安尼情形下，早期因为迄溪流就是天险，有些这边甲迄边花都无工作，唯一就未通啊吼、哦。啊，所以你爱找讲啊，你虽然你即马住伫台北市，但是你有可能恁的阿公啊阿公。较早是住伫台南，可能是平埔族的西拉雅族，吼，啊是住伫嘉义的婚姻这方面的洪雅族，吼，啊是住伫吉达家的道卡斯族。你袂使一即马讲恁住伫对，你看袂准哈。较早恁阿公的阿公，迄阵无啥咧刷叮当啊，差不多当地啊出世就差不多到西龙头住伫迄附近。啊，咱来想讲，是安怎我会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以我来讲，做咧，我的四大人，好，1924年，好，阮爸爸妈妈1924甲1926年生，就是民国12年甲民国14年生。迄个时阵，中华民国拄啊诞生无外久。迄个时阵，台湾是日本的统治。日治时期，我的爸爸妈妈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但是生到我，我煞变中国人。照讲日本人娶日本人，所生的囝爱日本人嘛；美国人娶美国人，生的囝是美国人嘛。啊，奈我爸爸妈妈日本人生到我，我煞变中国弟。啊，有人讲，较早拢讲日本狗好无？中国人拢爱讲日本狗。啊，其实教对这个家庭、做国家教介重，所以日本人来台湾，做甲台湾好啊，地理，吼、哦，交通也好，卫生也好，教育也好，吼、哦，甲咱台湾变作东亚吼、哦，亚洲啦，堪东京、堪上海是变好的所在。伊开免到40年哦，1940年，咱伫台湾1940年哦，台湾就办世界博览会哦。你看中国到2010年，佮办上海世界博览会，有无？安尼差几年？哦，差60几年哦，啊，差袂70年啊，吼、哦。所以台湾是伫日本时代，甲咱治理了足好个。啊，咱来讨论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身份证？这就是。1945年10月1号投降了，一过年，1946年的1月12号，中华民国行政院用行政命令讲，所有住伫台湾这些较早日本的台湾人，拢总变更国籍，变作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且美国跟英国因的外交部。拢发电文抗议，讲和平条约，就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签署，还未生效，到底台湾要交什么人，还未决定，你哪会使讲变人个国民的，即、這个咱大日本帝国国民的国籍，吼、哦，这无符合国际法，吼、哦。啊，结果来到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伫9月7日签署，哈，即有51个国家参加，其中有48个国家有签署，有三个国家就是苏联、甲捷克、甲波兰无签，哈。啊，即、這个日本政府依照讲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就签啊，但是还未生效。日本政府的法院，哈，甲咱台湾人诶日本国的国籍。定个促销，啊，造成啥？
中华民国迄个国籍是假，吼、哦，这世界大国拢无承认。啊，美迄、那个日本，咱的母国会欢迎，佮甲咱日本台湾人的国籍啊取消，话咱准并无国籍，吼、哦。尤其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中华民国无签这个旧金山合约，是到4月28日。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是伫美国的压力之下，要求日本爱跟中华民国签一个日华台北合约，吼、哦，啊，伫8月7日才生效，吼、哦。啊，那么这个旧金山，唔是旧金山，日华台北合约内底第10条有讲，何为中华啊民国国民？伊讲，住伫台湾甲澎湖边缘的吼、哦、中国人吼、哦，以及前属的以前的属住伫遮，前属台湾跟澎湖的住民，其实就是咧讲，当初建楼还阁住伫台湾遮的人，拢甲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啊，你来看。视同其实就唔是啦，吼、哦！你唔是啊，我暂时甲你当作是，吼、哦，就刚才马英九讲啊，我把你们当人看，其实伊心内就是讲我不把你们当人看，吼、哦！啊，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咱许视同是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咱甲摕中华民国这个国民的身份证，吼、哦。好，那么是安那台湾人。无国籍，就是我头拄讲的，要取消伊啊，吼、哦！啊，无国籍，这是因为原底是视同中华民国国民哈，等于摕中华民国的国籍。但是1972年，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以迄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啊，造成说，咱全无国籍去。啊，本来还阁会当摕到中华民国国籍嘛，因为迄阵根据日华台北合约，咱去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啊，等于国籍是中华民国国籍，哈，啊，这是视同呢，哈，还不是真正的哈，啊，但因为建交了，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啊，这个断交了，这个台北合约就失效，哈。好，那么台湾人潜在国籍搁伫倒位呢？啊、哦，其实咱犹阁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啦，只是即卖这个国籍被悬置，掉伫半空中。啊、哦，得爱咱依照琉球返还模式，咱来阁登记日本的母国，好、哦、啊，咱会当随恢复大日本帝国国籍。好、哦、，OK， 好，这依照琉球返还模式哈。哦好啊，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属地主义就是欧美的国家吼，尤其比如像美国，只要你任何人在美国的领土内底，还是美国的无人机、美国的准电员所生下来迄个囡仔，就自然取得美国的国籍，或者叫做属地。只要你伫伊的国土内底吼所生，啊，这就是啥物？中华民国前的这个行政院长李焕的祖囝李庆安，伊大伯多，啊，就千方百计要走去美国生，因为伊生来伊个囡仔就是变美国籍的，吼、哦。因中国人最爱摕美国籍，还是加拿大的籍，还是澳洲的国籍，吼、哦。因为伊知影讲台湾有可能阿公啊要来追剿因，因这些叛乱分子，吼、哦，所以因来走。准备要走路，所以拢伊拢找第二个较安全的国家啦，哈。好，啊，再来讲属人主义，东方即个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好，即个咱亚洲家都拢较属于属人主义，就是你无论你到底，你的爸爸妈妈呐中国人，你走去到美国生了，伊嘛是认为讲，因是华人。中国人，哦，去新加坡伊咪讲因是中国人，去印尼伊咪讲因中国人，生来拢袂落地生根，
所以因伫印尼，然后伫美国，若赚到钱，就是要甲钱寄转来因的租厝，要起大厝，要光耀门楣，吼、哦。啊，无要带伊原地工赚钱，迄、那个印尼的所在，是美国这个所在，好啊，堪融入当地，甲赚的钱来回馈伊所赚的这个原地这个所在，吼、哦。所以造成印尼的排华，就是讲你来印尼。赚阮印尼的钱，赚遐济，结果你把钱拢搬到等于恁的中国，吼、哦，你的祖厝祖国，甚至你若死，嘛爱落叶归根，要等于恁大清的所在，吼、哦，还是中目前咧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造成因跟当地人格格不入，因拢家己个人去到因去机会也好得啊，无要回馈伊迄个所在。哦，啊，所以造成印尼啊排华，哦，啊，早期，哦，迄、那个一八几年迄阵啊，吼，80年代1990年初迄阵啊，吼，美国旧金山遐啊，或者纽约啊，拢有咧排华运动，就是安尼吼。啊，这就是属人主义的卖处。到底谁？伊搬到底拢无要看当地落的归根，拢无要认同当地的。像讲另外，因1949年德邦来台湾，因无要伊食台湾咯，用台湾，啉台湾，结果无认同台湾，就是因拢属人主义这个败处哈。好，啊，咱过来看咱台湾的血统哈。有一句话讲：有登山公，无登山马。哦，这听起来敢那对呢吼，因为清朝的时候，伊海禁嘛，因为伊甲郑成功因这叛将吼消灭了吼，因这讲咩反清复明的哦，这甲消灭了，甲台北市的这明朝的人拢规个迁徙等于大清帝国，啊实施海禁，伊就是无爱个有中国人，哦大清的人佫走来。台湾啊，佮大家生团，也是看台湾这些人夹夹做一个，啊来造成一个要反清复明，吼、哦！啊，伫这个情形下，海禁，所以造成讲查甫要走来台湾真少，而且呢，中共佬走来，这些人因为大部分拢查甫会走来呢，查甫会袂来嘛，哦。所以无，即登山公来台湾了，伊爱带本地台湾人来就地取材来带来做木，吼、哦。所以登山那边阿妈无来，吼、哦，所以无登山嘛，啊、哦。但是咱来检讨看卖啊、哦，所谓的登山公来台湾，十个内底吼，六个都爱死，伫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乌水沟，因为较早船啊细只，啊台湾海峡。风浪大，水阁窜流，所以足地四只船啊，敢若海涌安尼翻滚，就变过了，就淹死啊。所以十个内底六个死，有三个留落来，吼、哦，其中一个回头看看，讲啊，这样呢不好混，吼、哦，所以伊阁等伊。其实啊，这三个留落来，敢活掉？哦，咱来以牡丹社事件做例。这个当初琉球的渔民，吼，因为船难，啊，伫台东的外海沉落吼，啊，有50几个有爬上岸，和这个牡丹社的人吼，甲抬死，啊，剩12个抬不死的，迄个这个，那不车城遐有一个保利村吼，的人，的客家的人甲护送来凤山府城。那么辗转甲送，经过清朝安排甲送登去琉球。那么日本政府知影这个消息，就外交因的外交部就跟大清帝国抗议，讲是安怎？恁的伫台湾这些人吼，台西县的渔民，伫安尼情况下，大清帝国甲批讲，迄个是化外之地，吼、哦，唔是我所管辖。我那唔是你管些，伊就起兵来啊！
吼，西乡通道的差不多派差不多3000个人坐船啊，到渡海过来，为那个车山外海有一个下寮遐吼，为遐登陆拍起来，吼，跟咱的牡丹社在高沙原住民伫石门古战场见，结果见要几礼拜，日本兵差不多死30几个尔。啊，不到50个，30到50个，这个数量数字呢？啊，那么因为日本伊已经是去德国学一挂新的陆战的战术，啊，加有山炮，有较好的武器。啊，咱高沙的迄个南台湾族哈，因拢用要弓箭，要长矛，啊，有单发的猎枪，好，哎，杀伤力无当然无法度像日本的正规军啊呢。所以因要嘛怕败，但是咱的原住民嘛足厉害，吼，因为用游击战嘛，所以暗时啊拢安尼摸黑来拍啊日本兵员啊，这个要甲怕败啊，那拍足久较贵个，甲关入比较较深山内底。但是因日本兵驻扎伫这个所在，干那好咱台湾的这网虫甲电吼，啊都拢。就登革热啦，啊无就就可瑞拉闹灾吼，敢那破病死的，要500-600个。所以拍这个战争，牡丹社这个战争吼，伊是惨胜，哈、啊。所以你安尼个想，日本人来，敢那破病就死遐济啊，3000名内底吼，待2个月安尼死500-600个。啊，所以这三个留落来，哇，上过头剩活一个尔。啊，人伊本来偷渡来台湾就少啊，啊，佮死者侪，头要存10个来，头要存1个。安尼你讲有登山公，诶啊，咱台湾阿公，咱平埔族阿公是拢死了啊。好、哦，所以真侪人拢误会讲，咱的父系拢是中国来，这个大错特错。好、哦，咱的血内底85%。至93%，拢是咱平埔族还是高沙族的血统。好，这是咱的人类学的教授哈，这个专门咧研究 DNA 哈。这个过去咱无 DNA 这个技术，但是现在有电脑哈，啊，佮有新的技术，会当把血抽来，经过电脑分析了。会知影讲，你内底血内底有几趴正是啥物族啥物族的？哈、哦，我记一个咧，咱有一个台南一个教授叫做李晓峰，这个历史学者，哦，这个伊的文章拢写了真好，我若真爱看伊的文章。伊祖先就安尼乌身乌身，啊，那么伊虽然拢我讲，伊头毛个 QQ， 拢我讲印度啊，乌印度啊，嘿，伊都足奇怪。一直无法度解答这个答案，一直到马偕病院这个林玛丽教授吼，伊专门咧研究咱台湾原住民的基因咧吼，伊发表讲，台湾85%以上拢是平埔族甲高沙族的血统，吼，啊伊就准去抽的血验，结果验出来，哎，伊内底真正有印度人的基因伫内底，吼，啊伊就去查历史查。查到荷兰时代，原来吼，伊个祖先吼，就是伫荷兰的迄时阵来，伊来占台湾。啊，因为迄阵台湾会当生产即个蔗糖，啊，蔗糖伫当初是足奢华、足贵的即、這个迄、那个食品，吼、哦，会当赚足侪钱。伊呐，大家生产了啊，销去日本呐，啊，销去东南亚，吼、哦，会当赚足侪钱。啊，所以需要大量的生产的物件，吼，比如人，啊个牛，啊台湾有水牛，但是水牛，不耐旱，吼、哦，那个旱季吼，这水牛就动作就较慢，所以伊去印度遐引进黄牛，就赤牛，吼、哦，人台语讲赤牛，啊你遐赤牛，爱用船来运来，啊嘛爱有人沿路照顾，用饲料好食。啊，就是遐印度人背遐黄牛，安尼运来到台湾，继续咧饲，在台湾继续繁殖。啊，因的祖先就是有去带着咱
李小峰因多骂吼，阿妈阿妈吼，啊，所以生落来，啊，所以伊有迄个乌因多迄个血统就是安尼来，吼，因咧较了解讲乌原来，莫怪我细汉来讲叫乌因多吼，啊，所以你若唔相信家己的身世，吼，啊，是你要了解你家己的身世，啊，你就开头一万块，啊，去予。哦，北部地区去找马歇医院的林玛丽教授，哦，抽个给你验，用电脑来给你分析。啊，南台湾这边就去高雄的高医，哦，遐用啦有咧共验，哈、哦、，OK。好，时间的关系，我就可能爱稍微讲较紧的哈。好，过来，战败国家的人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的这个血统，哦，什么原因？咱来看，战败国荷兰，荷兰迄个明朝哦，政治王朝甲打败荷兰人2000几人哦，伫这个热遮兰城哦和平撤退，所以荷兰人无留啦，拢走啊，哦，所以荷兰人的基因留啦足少，原来有啦吼，比如阮曾有一个阮细汉。我就看因头毛拢红红，我那个叫阿门国的，哦，就是伊个隔代遗传有迄个荷兰的基因哈。啊，那么郑氏王朝，佮有大清帝国佮打败，所以伊规个郑氏王朝的人，拢佮迁抓等于大清，甚至佮以前大迄个郑氏王朝有一挂遐高官，吼、哦、军官有种伫台湾的，遐。骨头连骨头都挖起来，不要留在台湾。哦，啊，台湾人好奇就去问我：啊，恁挖这是要创啥？啊，不是种底下好些好些，不是入土为安吗？哪个挖个？哦，啊，大清的这个人讲无咯，这拢较早阮大清遐个人吼，啊，这人爱挖个归根，这骨头吼，爱个挖等于啊，捡到瓮啊内底，装等于因的故乡，安尼开殡因的迄个子孙。哦。台湾人这部分较恶个，哦，即就即马大家拢咧捡骨的原因啦，哦，讲捡骨会当保佑子孙啦，其实太有影。大清来看这些郑氏王朝这些人拢是叛国叛乱分子啊，有遐好心嘛？这骨头乌个吼，漳州船了驶到台湾海峡中，就拢甲拼拼落海里啦。哦，你甲想？对你是叛将，你有可能对遐好，解骨头骨个，安尼千辛万苦个恶解，骨个伤等个大清，哦，无可能。来，啊，大清帝国，以后日本个打败，大日本帝国打败，大日本帝国跟大清签这个下关条约，有规定两年的时间，和当时住伫台湾平和的大清的居民两年的时间。这两年，你若认为？大家你带袂下，我日本管你袂下，你会当变卖家产，哦，你等于恁大清，还是移民去其他国家，有两年的许可期呢，好、哦。结果，即马话大日本帝国，去予美国打败，吼、哦，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迄阵台湾有30几万呢，迄阵日本派来台湾即。军甲民吼，啊，加一个行政官员，哦，30几万，结果战后拢遣送回因日本去四大岛，哈、哦。所以你甲看，所有的外来政权拢无留人住遮，那战败拢走，拢爱完全拢迁徙走，所以有留基因的拢真少。所以咱会讲，咱有85%至93%是拢。本地咱家己南岛语系的基因啦，哈，所以南岛语系就是包括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哈，啊个南太平洋家一些个小岛国，哈，拢都是南岛语系的，哈，哦，这爱咱爱了解哈。过来，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填本，今嘛现在有做的，做乌的，好，咱看麦，这拢做乌，其实。日本时代，吼，你若去请日本时代户口名簿，吼，户口填本，你还甲讲爱找这款毛笔写的，唔是电脑拍字迄款的，电脑拍字迄种许用中华民国，吼，因拢
过盖过啊，啊有诶，甲你造假，你拢唔知啊。即乌诶，其实真侪就是讲，较早日本人来了，甲咱做户口填本，因诶户口政策吼、哦、做了有够好。1905年就在台湾做人口普查，吼、哦、啊好啊做户口名簿、户口填本，吼、哦，因为伊要追踪恁家人。到底你会当活偌久？吼、哦，啊，你要安怎甲你控制？吼、哦，伊拢咧做人口统计学，吼、哦，伊好啊要治理台湾嘛，所以伊爱人口控制好势，吼、哦。啊，结果伊那问着讲，啊，你会晓讲啥物话？你若会晓讲福建话，吼、哦，就咱即摆咧讲，这是闽南话，是福建话之一，伊就甲你写一个福。啊，你若会晓讲客话，客话是广东话之一。哦，给你写一个广，就是写福甲广。啊，你若不要讲，哦，也要讲原你原地平埔族的话，那平埔族的，伊给你写啥？熟番。啊，那哥说这边，就给你写生番，哦，一个青一个色的，哦。啊，其实你若要讲福甲广，哈、哦，唔是讲代表讲你是中国来哦。迄是你已经袂记你家己的主语，啊，为着要学别人较先进的，吼、哦！你看像日本时代，差不多阮爸爸迄年代的人，差不多也要讲日语较济，然后受过读过日本的公学校，吼、哦！啊，人拢台湾人嘛，拢有迄个上进心啊，我要学外来的较先进的，哦，所以学日语学到下下叫，哦，阮爸爸因遐同学拿聚会来阮家。好，就拢日语大概讲到写写叫，啊，包括咱即嘛嘛，迄个中华民国甲你强制爱讲俄，因所谓的国语哦，北京话，咱即嘛大家，尤其即嘛少年囡仔，大家北京语嘛拢写写叫，连到台语即嘛讲了遐少年人啊，三十岁以下，讲到拢臭年代，吼、哦，甚至呐，即嘛佫较细呢，台语拢袂晓讲。啊，较食来人听就不要听，吼、哦！啊，所以唔好继续讲，你顶完好写福啊，写广啊，你就是中国遐来，唔是哦，吼、哦！迄是因为你都忘记家己的语言啊。像我马卡道族，我根本都，我会记我阿公要讲几句啊，我相信迄就是因的迄个马卡道族的回忆，但是传到阮爸都无去啊。我爸拢袂晓讲啊，所以我就爱去学目前上优势的台语，吼、哦。所以我细汉就拢学台语，唔是讲我讲台语，我就福建遐人，唔是，吼、哦。好、哦，大家这样呢体会看卖，哈、哦，了解一下。好、哦，啊，咱国家甲民族拢有错误的认同，哈、哦，错甲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哈、哦。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吼，啊，这就是国民党教育成功，哈、哦，和咱大部分的2300万的台湾人，其中85%的台湾人，各有一半，差不多1000万人，拢心拢歪中国去啊，吼、哦，所以咱选举也选出的这原因，哈、哦，和咱以2008年陈云林来台湾，吼、哦，迄阵。马英九讲拢袂使挂国旗，哦啊，日军咧这边吼，就计较啊，去捍卫这国旗对吧？马英九讲修改，吼、哦、啊，台湾人就作结个，就去捍卫迄个车轮旗哈。再讲，因个警察咧修旗啊，咧压旗啊，啊旗啊修改个单本子人，咱台湾人唔得爱对，吼、哦，然后看了。车轮旗拢收收来当本子啦，唔是啊！话咱台湾人又教育教讲要捍卫中华民国，因中国人都无爱物件，咱那个捍卫哦，看有头壳歹无？吼、哦！等到五星旗伫台北市，你个也是中华民国即建设是吧？等到你个保护，今日军的迄个枪旗啊，个放火烧，吼、哦！你这马英九的头家啊，吼、哦！这旗啊代表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会使旗啊红？枪落来咧放火烧，袂使啊！吼，所以派警察咧甲顾，啊，家己
哦，你看家己的建材，你拆用家己的中华民国的车轮机，哈、哦。好，啊，过来伊伦敦旧年，哈、哦，伦敦奥运会，哈、哦，你看，本来伦敦奥运会伫伦敦的市里有挂这个中华民国旗啊，挂伫遮，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讲你太无叫奥运模式用挂的五环旗，哈、哦，奥运模式迄个五环旗，你来甲挂中华民国这个旗啊。啊！所以奥运会只有叫奥运的模式改修改。啊！你看咱台湾人得去计较，去去啊，创一个搁较大机的，多咧电工咧捍卫中华民国国旗啊！好，啊，过来讲咧爱台湾呐。三太子伦敦奥运咧发中华民国旗啊，讲要向前冲。啊，这嘛是本来是三太子，这是做台湾味的嘛。其他的国家无嘛，中国遐嘛无啊。哦，即咱伫即个2009年高雄市咧办四大运哈，迄阵发明出来，哦，大家笑噶。啊，即嘛结果嘛是，所以要提一段咧电啊咧捍卫中华民国哈。啊，即就是咱家己台湾人头壳要加加歹，因为中华民国唔是咱的国家，迄、那个旗啊唔是咱的代表咱台湾的旗啊哈。啊、这个国家错误认同的始作俑者，好、哦，咱来看中华民国民进党，伊伫1999年台湾前途国际文来咧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哦，啊，这作者来咧，本来台湾澎湖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啊，你即马甲安尼，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拄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等于中国，哦，本来康熙那，你即马说等于出卖台湾的主权和中华民国去啊，哦，过来蔡英文，哦，这前个中华民国民进党前个主席，伊伫2011年10月在伫高雄市的罗岗公园演讲的时候，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哦，而且嘛是同款吃力，等于嘛是把台湾白白奉送给中华民国。哈、哦，啊，所以大家拢会一直误会讲台湾等于中国，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哈、哦，啊，你来用国家继承论，那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安尼中华民国。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推翻，用国家继承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来继承台湾呢。哦，所以这作危险的。哦，因为中华民国甲满清打败，规个大清就希望中华民国继承。那么毛泽东甲蒋介石这个中华民国打败，伊就继承整个中国。包括金门跟马祖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只是伊阿伯把它收回，哈，因为迄阵要来拍无成嘛，哈，唔是无甲规个中华民国国军赶走，哈，也是拍死，无都登陆规个占领，哈，有登陆啦，但是到这个古林头战役拢有俘虏嘛，哈，好，啊，咱来改正咱有一挂错误的言辞，哈。你咱来看麦，讲外省人，即句都唔对啊！哈，因为台湾无外省人，应该安尼讲，台湾干那两种人，你个记有清楚？台湾干那两种人，一个本土台湾人，剩的拢外国人。啊，啥物话叫做本土台湾人的定义？本土台湾人就是讲，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迄天，迄个时阵，中国人拢阿未来嘛。麦克阿瑟迄个1号命令9月7日阿未发布，吼、哦，所以中国人拢阿未来。迄、那个时间点，咱的许多人，吼、哦，咱的爸爸妈妈也是阿公阿妈，佮包括因所生传落来，咱家吼，咱即嘛，包括咱的子孙，都伊的后裔的对吧？拢叫做本土台湾人，正港的台湾人的对吧？村的拢叫做外国人，吼、哦，到以后佫来为外国来，迄拢外国人，吼、哦，无外省人。因为你若讲，
因为做外省人，我阿咱煞变因的一姓，咱是本姓，阿得变因的一姓，吼，安尼咱就自投罗网啊，吼，爱甲因叫做中国人，吼，咱甲因无共姓啦，吼，无共国，所以无共款的人，吼，爱甲因叫做中国人。过来，毛讲专姓，好，爱讲啥？台湾国，唔是台湾，唔是国家，所以袂使讲台湾国，爱讲专台湾啦，哈。好，迄专姓作者讲，哦，这个药品专台湾，哦，国药房拢有咧卖，这都唔对啊，哈。哦，啊，专台湾有修理站，哦，一定要修理，迄拢唔对啦，哈。爱讲，不，卖讲专姓啦，爱讲专台湾啦，哈。OK， 过来。讲大陆嘛唔对，慢就哦，将你的讲叫咱爱称呼对岸为大陆，唔对哈，爱讲啥？嘛唔是内陆哦，内陆个陆唔对，嘿对，爱讲中国正讲嘿，因是一个国家啦，所以咱来讲叫做中国哈、哦。咱刚好咧讲美国讲美国大陆无啊，咱嘛是讲美国。咱嘛无咧讲澳洲大陆，吼，咱嘛讲讲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好，好，过来，嘛莫讲升德，爱讲啥？好，中冠线会使，啊，台线会使，对，嘿，讲台线甲中冠线拢会使，哈，因为这是日本人头一届甲台湾南北这条路拍通，哈，铺桥造路，哈。啊，姓德，我看这姓德无改姓啦。我该讲你会记的，无改姓啦。因为你若车咧走，你若无加油，我那袂走啦，吼、哦，对不对？啊，另外一个，托都克，这嘛唔对，还叫啥？对，嘿。当然啦，中国啊，突然吼啊偷渡起来，咱个公司啊。啊！你若讲越南来，你袂当个叫死啊啦个，哦，迄叫偷渡客、偷渡犯呐。因为偷渡就是犯罪的行为，吼、哦，所以还叫做偷渡犯。哦，按偏偏中国人啊，这咱做国家向往台湾，吼、哦、啊，所以来啊，这咱家己的人客变偷渡客，哦、靠这个代志，吼、哦，这唔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才用这款名词，哈、哦，还叫做偷渡犯，哈、哦，啊，这咱来记的，哈、哦。啊，咱来分听讲，美国的前这个国务卿鲍威尔讲，中华民国甲台湾拢唔是国家。嘿，啊，这咱来分听，这个鲍威尔是较早1991年迄阵波斯湾第一次战争吼，迄、那个科威特由伊拉克占领吼，啊，美国英美联军甲拍倒转吼，迄阵的美国的指挥官就是鲍威尔将军吼，啊，伊尾也做甲国务卿吼。啊啊！伊安怎讲？伊伫2004年10月25日，吼、哦，伫北京讲个，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哦。台湾其实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哦，这个境外国内，咧读个怪怪吼、哦。啊，台湾管的话，佫是美国的国内法，哈、哦。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即嘛。台湾伫咧当局代理中，这个境外的国内，你甲想讲像当初的琉球，琉球迄个美国军事占领，琉球人嘛是日本人，但是迄个占领了，伊变日本的境外，但是还阁是日本的国内呢。好、哦，啊，但是因要去琉球人，若要去东京，哦，要去日本的本土，要读册也好。还是要做生意，你要甲美国琉球的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哦，这嘛是咱即马咧台湾要甲美国国防部迄边要求讲，我要你美军占了，你要发美国军政府所发的台湾人的旅行证件。咱唔是中国人，所以咱袂使摕中华民国迄个护照，哈、哦，迄、那个车轮牌护照。好，啊，咱来看讲，
一个国家是不是国家，有认定四个标准：第一个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权。哦，你若有这四样，哦，就一定讲是一个国家。好，啊，咱定讲啊，咱台湾国，好，台湾国，你有领土无？你有台湾甲朋友领土无？歹势，无，因为这地是大日本天皇的，哈。后来，你讲有啊，阮只有2300万人，歹势，这些人其中差不多90%以上是大日本帝国的居民、诶臣民，哈。咱的潜在国籍，哈，是大日本帝国，所以台湾国嘛无人口，因为有啊，台湾国有政府，歹势，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的国民党政府。不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哈、哦。后来有啊，阮有外交官，阮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歹势。你甲看因迄个建交公报，拢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外交部去跟人所签的建交公报，不是你台湾国派代表去签的，所以你嘛无外交权，四项拢无，所以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哦，这100%不是，哈、哦。有人讲啊，咱拢拜关公啦，拜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哦，啊，咱拢用汉字啦，所以咱嘛是拢中国人。这个逻辑哪会通吼？安尼哪遐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啊？好、哦，啊，过来，咱拢用汉字，啊，那这会通吼？安尼哪用英语的，拢英国人嘛？澳洲用英语。新加坡用英语，菲律宾嘛用英语，应该拢英国人，唔是啊，哈、哦。啊，你若另外讲，啊，我若拜释迦牟尼佛，安尼咱都拢印度人，嘛未通哈、哦，啊，所以这逻辑未通，哈、哦、，OK， 好。啊，过来是安怎？咱来成立台湾民政府，哈、哦，啊，这咱来探讨看卖哈。以日本琉球做例啦，哈。日本当初1945年4月7日，尼米兹上将哈，伊用伊航空母舰，啊加伊海军陆战队，啊包括伊航空母舰顶管的飞机，开始攻打这个琉球群岛，好啊加琉球群岛占领，但是40000多个美军，哈。那么琉球嘛，差不多1/3的琉球人拢死了，吼、哦，因所有部队拢差不多玉碎，吼、哦，就是讲差不多拢战死，替天皇战甲死的，对吧？哦，所以这足惨重的。啊，所以美军、美国海军去咧占领了，又成立美国海军军政府，吼、哦，啊，了伫军政府下加有设一个美国诶琉球群岛民政府。我个先啊，爱成立这民政府，就讲你爱让当地人民来做因家己的琉球政府。这个琉球政府是找当地士绅，啊，但是有较听美国话的较亲民，因来做一个琉球政府。因嘛有行政、立法、司法这三个拢有哦。啊，但是因所立的法，爱让美国这个军政府审核过。伊若讲认为讲，哎，无影响对我美国的利益，你会当去执行。但若执行中间若发现讲，哎，这有损害到我美国的利益，伊有迄个最高权力命令讲这条法律来禁止实行，吼、哦，有这个最高权力，简称叫做高权，啊、哦，啊，伫安尼情况下，变卖日本的琉球人来管理日本的琉球人，安尼是毋是较袂？因为语言上，一个讲英语，美国人讲英语，日本人讲日语，沟通未通啊。而且包括因开车，美国人很多都像咱即马呢，伫倒边，啊，日本人很多都是正边，吼、哦。啊，日本人开车是左去右回呢，包括铁路嘛呢，吼、哦，咱即马你啊看咱的铁路，还是高铁，拢是左边去，右边回来呢，吼、哦，这个也拢无改哦，吼、哦。啊，伫安尼情况下，你开车就不只是小龙啊。
啊，弄了哇，一个讲英语，一个讲讲日语，啊，都唔知安那要会啊吼。啊，你若讲叫军政府派宪兵出来处理，哇，迄宪兵嘛讲英语嘛未通啊，所以都爱有成立民政府来家己家己的政府来琉球人管家己吼。同款，咱台湾即马就是美国要求咱这个台湾民政府要受训这人，准备要来做接收的人员哈。啊，咱是。你那后礼拜有一个高级班哈，你那高级班上完，咱有发一个职业证书。这个职业证书就是台湾民政府以后公务人员的任用资格证书哈。或者是佫存无偌济啊？因为咱那训练四千个了，好以后咱那执政以后就真正爱考试啊哈，就爱得个人人人啊哈。即马资格是盖放松哈。好，只要你有心哈，你都来询问的都可以哈。好，啊，这个可能按简介，咱后盖应该要有机会讲哈。啊，咱先个跳过哈。啊，这2010年的9月7日哈，啊，咱先讲掉了哈。7月7日，2010年的7月7日，咱过美国了，美国控诶，因为。国务院哈，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已放弃抗辩权，哈了。的美国的最高法院哈，把咱这个案件待审，就是讲要等美国的国务院公布，伊若准备好，才要去提出来审。啊，所以暂时，迄阵最高法院要求美国政府爱按照咱台湾人的这原则。爱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甲美国宪法的规定，爱好啊，照咱台湾人的人权的要求，吼、哦、来施政。啊，所以伊即嘛经过协商，咱台湾民众伫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地区挂牌运作。啊，你甲注意这个日期，7月7日，日本迄、那个美国的国庆日7月7日，菲律宾当初。美国甲斗三共，互伊独立建国，嘛是伫1946年的7月7日，好，所以这真有意涵吼。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嘛是跟美国国庆日同工吼。啊，当时菲律宾嘛是由美国军政府占领嘛，吼，因为迄阵跟西班牙战争，吼，1898年建了吼，因签一个巴黎合约，割让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啊，西班牙放弃古巴，啊，这个放弃古巴跟台湾同款哈。日本政府放弃台湾跟澎湖 ，OK， 好来。啊，这个在华盛顿特区的高野切碑哈，在华盛顿的 DC 特区哈，这个四季饭店基隆酒会哈，好，这里四季饭店哈，高野切碑。啊，你看，这个美国人咧替咱选这日子拢做有意涵的。高野切碑是啥物日子？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日期哈，啊，这拢咱台湾民政府的代表哈，好，过来咱即马已经训练3000几个啊哈，咱即马68期嘛，啊，咱顶礼拜67期都要完训哈，啊，咱。是完成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草案哈，我唔知恁今嘛有发无？这个公民权利法案，这个草案，咱有上去哦，咱台湾参议院，啊个台湾的主要占领宽国，美国政府做报备。咱这个权利法案就是要作为发台湾本土台湾人的公民身份证、甲旅行证件的法源。爱有法院，你才会当发证件吼，唔是啥咧欢喜就家己啥咧乱发的吼。咱有一个法院哈 ，OK。好，过来咱来讲，是安怎？美迄个日本的靖国神社内底有下39100个台湾的英灵吼，啊，咱伫2011年的10月20日，咱就有去日本去甲祭拜，吼，啊，这就。咱接拜了，底下翕一个纪念照，咱105个有去哈。那么去年够220个去。那么
只要你是替日本天皇建祠的，哦，都拢会当下伫这个日本的靖国神社。啊，这代表什么意涵？咱这个39000的台湾人是替日本伫南太平洋战争，哈、哦，咱的高沙义勇军也好，哈、哦。尤其讲到咱的高沙义勇军，伫这个珍珠港事件发生，吼、哦，港这个时阵，为咱高屏地区的飞行机场，吼、哦，起飞临时战斗机去飞到马尼拉，哦，迄、那个克拉克空军基地，去甲美国迄阵麦克阿瑟伫遐做总司令，甲伊的空军规个炸歹了了，吼、哦，所以取得制空权。啊！当时为台湾派出咱的高沙义勇军配合因日本的迄个皇军登陆马尼拉吼、哦，去打因这个一个美国在菲律宾上大的基地，迄、那个基地有差不多70000人的美军。结果美国伊哪想讲，伊守头前这三面头啊，后壁山遐悬无可能有军队会围下落来。结果唔知讲咱的高沙义勇军。架到爬山，架到伫这丛林，架到烧尽，伊真正为啊登，为啊爬落来，伊个奇袭，打一个美军拢乱去，所以，敢那20000几个日本兵，包括咱的高沙义勇军，安尼甲70000的美军打败，吼、哦，啊，所以麦克阿瑟，准赶紧甲菲律宾的总统，完了做伙炸嘞，撤退去到澳洲，吼、哦，啊，又讲一句著名话，我必将回来。啊，这就是讲，咱台湾高沙族其实就是上炸的特战队，对吧？吼、哦，伊敢那炸一支反倒就好啊，就会当伫丛林内底生活。吼、哦，你会记，差不多25年前至30年前，台东有一个叫做李光辉，伊伫菲律宾的丛林内底向发现着，啊，伊唔知讲已经战争结束啊。伊一个人安尼一支反倒带丛林内底，吼安尼生活要30年。啊，同款因嘛有一本兵，到尾啊迄个找着，吼迄嘛拢战后20几年，哈。伊讲伊无接到这个撤退的命令，也是讲中战的命令拢无，停战命令拢无，所以伊继续要伫丛林，吼、哦，一直到最后天皇佫真正下一个令讲解散啊，伊较真正。要坐飞机登去日本了哈，伊讲伊的指挥官的建议啊，无人指挥官叫伊讲爱停战啊，无。我说日本人嘛作忠哈，对这個天皇作忠，所以你啊替天皇建议，都拢上礼拜这个靖国神社。啊，咱的台湾人死上来底下了哦，也新竹白上来底下了哦，日本人祭拜，表示咱跟日本，咱要个连接做伙，哈，咱无许拆散。只是暂时因为战败，无现金赔美国，所以甲土地台湾甲平和这块土地抵押伫美国手里。等咱日本政府若有钱啊，吼，啊看要赔我侪钱，赔咱就照琉球模式，会当等于大日本帝国，吼。啊，咱当初第一届去遮的时，咧拜咱遮靖国神社，咱遮英灵，吼。日本这个靖国神社是用国家规格甲咱交代哦。一般日本人是来到这个前殿遮落，哦，拍两个抱啊，行一日，安就算拜完啊。咱只许邀请你去伫中殿底下祭拜跳箭步，吼、哦，迄、那个中殿迄是日本的内阁的成员靠入去到内底拜。咱中殿拜了。仪式做了，咱去入去到上内底内殿，吼、哦，直接入去到内殿，吼、哦，去甲祭拜咱的39100英灵，吼、哦，所以这意涵足深的，吼、哦。好，过来，咱讲，拄啊，秘书长有讲，头一届有除了这个日皇旗，吼、哦，日皇旗以外，这几啊百年来，从来唔捌有这支其他的旗啊出现。就是今年哦，咱的台湾民政委机啊出现，哦，啊，这就是表示讲，日本的天皇也知影讲咱这个团体，哦，啊，但是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
都爱日本政府甲美国政府拢有默契啊，啊，时机成熟了，吼、哦，咱训练人有够啊，啊，有过41万份的身份证啊，拢申请好啊，安尼美国就会甲政权交咱台湾民政府，互咱台湾人家己管家己，吼、哦，好，啊，那咱台湾人接政权啊，中华民国要美方政府要未来安怎？有美国有准备好啊？即马即个中华民国即陆海空三军的司令部已经裁撤，哈、哦，改做指挥部，哈、哦。即马215000的兵力，要上尾啊要增进到头剩120000人，啊，即个日本的自卫队嘛差不多120000人啦，哈、哦。啊，即就等于以后变做台湾的自卫队，哈、哦。OK。啊，那美国军政府入来台湾，哈、哦，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员爱。撤退去金门、甲妈祖、甲福建的平潭岛，吼、哦，爱撤退到遐。咱来讲，啊，过来，咱讲是安怎？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咱一般咱也听到讲台独代表战争，拢想啊，阿强要甲咱拍，敢是？我卡早嘛是拢想讲啊，阿强拢甲咱拢台独分子，或者三合一的敌人哈、哦。好，啊，咱来看到底美国是安怎讲哈、哦？这个是美国的前副国务卿，叫做佐利克哈。伊伫2006年讲的哦，5月13日讲，美国国务卿佐利克哈，伫、哦、美国的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的听证会明确表示，讲，互我讲清楚，台独就是战争。哦，这做一个美国国务卿一级的美国的主要官员，这么率直啊来讲台独跟战争紧密挂钩，这是过去也罕得看到。哈、哦，啊，伊佫讲，这是因为互我甲话佫讲较白咧，独立代表战争，这代表讲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啊，四大军种来打台湾。台独代表战争，是美国要跟咱打，不是阿强啊要跟咱打。阿强啊，对台湾较偏哦，已经抓头抓尾拢无伊个名。因为伫1945年，嘛1895年哈，1895年。这个下关条签落，已经跟中国，包括伊继承落来这个国家，咱已经跟伊牵起来拢切断去啊！吼、哦，抓头抓尾跟伊已经无关了，已经永久割让予大日本天皇啊！吼、哦，过来咱讲啊，是安怎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吼、哦、啊，美国唔是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吗？啊，那也袂使予阮台湾人。公道啊！恁家己，恁个州咧选州长，拢会加一寡公道项目，恁家己拢咧公道，啊是安怎？阮台湾人袂掂，恁是扶持阮这边叫做自由中国，吼、哦、啊！中国迄边叫做红色中国，啊！恁是讲叫阮爱做民主的表率，啊！结果民主的表现咧公道，恁不要阮公道，好，好啊！这是安怎讲？其实就是美国。足欢乐的，因为咱台湾人已经许国民党甲咱加加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所以咱连续两届总统、流亡总统选举拢选输哈。啊，即如我头先讲的，85%的台湾人，有一半，哦，超过1000万人，拢跳过支持国民党，伊想要做中国人啊，支持中国人，所以咱的选票会选输。啊，这嘛是讲，你呐，甲2008年、甲2012年这个流亡的总统大选，你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输，对不对？啊，这自你迄天，哦，比如3月14日吼，啊，1月10，敢那2010年1月14日吼，投票日迄天。你敢那提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迄天，吼，甲提
投票所甲领票，咱就算输一半。因为你等于你承认你是中国人，你唔该摕迄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去甲领迄个选票，搁伫自由意志之下，你甲当票，结果拢，哦，大部分拢当互马英九嘛。安尼，全世界的人咧看恁台湾，台湾人咧选伊，啊，恁家己欢喜，甘愿要选一个统派的马英九，哦，啊，以后要跟中国统一的嘛。啊，你若真正去讲叫做统独公投，啊，咱若输去，阿强啊派兵过来，不过来占领台湾，安尼。其他的国家无权利来甲伊阻挡，因为迄是恁家己欢喜甘愿的，我来尊重恁自由民主之下所公投出来结果嘛，对不对？我安尼是毋咱台湾足危险的，所以美国事先反乱，懂嘞？唔好你当公投。好，啊，这个头拄好讲过啦吼，咱来分了4000个啊，目前有发差不多41万分。安尼，美国特别加监管交予咱，起码咱有人啊嘛。哦，当初伊拉克就是拢无训练，一声就交接予伊拉克，所以伊拉克甲今年个咧乱哈，不时就有自杀炸弹咧炸哈。好，那么咱来讲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法律有啥物依据，啊有啥物迹象哈？咱常拢讲美国军事占领台湾哪有？我拢无看到美军，好，啊，咱来检讨看卖，吼，咱来看，这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条，好，这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伫1945年8月17日，由杜鲁门总统来核准了，授权哦，麦克阿瑟将军，伫1945年9月7日，伫对日本受降，哦，伫迄个东京湾的这个密苏里舰，哦，这个受降典礼发布了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在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投降，注意哦，命令蒋介石哦，好，好，先头讲用种命令，在位阶上就是讲，蒋介石只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好，那么麦克阿瑟伊是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但是麦克阿瑟是代表杜鲁门总统嘛。好，伊授权了，给伊定义是代表啊。杜鲁门总统是所有的盟军统帅，好啊，所以伊用命令蒋介石，伊派伊的军队哈，啊，阵就派单于来嘛，哈，好，啊，这位阶你就知影讲，啥物人是头家啊嘛，哈，好，啊，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这个征服者美国为总统哈，有权来分配盟军啥物军。你做一个去占什么所在？咱来做一个咧。哦，譬如讲北纬38度以北，这个北朝鲜，哈、哦、的韩国啊，哈、哦，包括东北，中国的那个东北，诶，日本军爱向苏联军远东区，远东军的总司令导航。好，那么北纬16度以北。这个印度支那哈的北越哈，包括台湾甲平哦，是向蒋介石啊，中国占据这个蒋介石来导航。啊，迄阵伊无头前无挂中华民国，干那命令蒋介石啊，先呐，美国可能首先有知影讲，战后国共一定会内战哈，毛泽东跟蒋介石一定个大吃饼啊！什么人要代表这个国家中国？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分作4国，哦，4个政府了哈。一个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一个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一个延安的这个毛泽东政府，搁一个是满洲国哈，溥仪哈，这4个啊，一个。什么人代表？所以迄阵要真乱嘞所以到底什么人要代表中华民国？无多讲哈。所以迄阵伊敢那只好命令蒋介石，哈，都无用中华民国这个名，哈。好，啊，这个即马咱咧讲是讲法理，哈，咱即马咧讲的哈，
台湾是因为旧金山合约的第二条 B， 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好，第二十三条 A， 确认美国确定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权国的承认。啊，这当然就包括日属的台湾，咱台湾要阁是属日本天皇的嘛，哈。啊，所以这些是拢法律条文，哈，包括头拄仔的军事命令，哈。好啊，这个对日合约的拟定呐，哦，包括跟五十一个国家在同盟国来协商，哦，拢是杜勒斯来主导甲分配，啊，这个杜勒斯尾后呢做个美国的国务卿，啊，这是受到美国的总统聘任伊做特使，哈，去左右列国去跟这五十几个国家哈，来咧协商，哦，到底旧金山合约要安怎写，要安怎拟定，哈。过来，台湾关系法，这是1979年4月7日才订立的哈，因为参众议院高票通过啊，但是伊追溯到1979年1月7日生效，这是因为1979年1月7日是美国跟中华民国、蒋介石这个哦政权、国民党这些政权断交啊，而且当初迄个麦克阿瑟迄个。一号命令抓等伊，啊，所以伊个关键先阁成立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啊，伊这是美国国内法。美国要订这个台湾关系法，拢无堪咱台湾人参详，因伫美国个参众议院订了后通过了，就进行实施，啊，啊，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合约，伊靠权力、靠这个义务来订立。哦，咱拢捌听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对不？过来，咱来看讲，1982年，雷根总统有对台湾有六项的保证，啊，这是迄阵82年要跟阿强啊，因美国要跟阿强啊签这个8.17公报，一进行所讲的对台六大保证。因为这个中华民国蒋介石，伊有得到情报讲，美国要跟阿强啊签8.17公报。啊，这真有可能是美国要出卖台湾，吼、哦，出卖中华民国。因为当初1949年，美国有对华白皮书发布，啊，这就等于讲放弃蒋介石这个政权。所以蒋介石在1949年在中国，就向毛泽东啊拍啊，兵败如山倒，吼、哦，安尼无一年的时间，因所谓35省。拢四甲村所谓台湾省一省，吼啊，走路来台湾，啊，所以伊足惊，惊讲哇，这个公报若签了，那对国民党因只军也好啊民心会足骚动，吼、哦。迄个时阵，做着伫台湾只中国有钱的人高官，啊，就包括台湾有钱的人，拢咧想办法要办护照，嘛，办外国的护照，要移民。好、哦，迄个时阵是风声鹤唳，哈、哦，所以蒋介石就要求伊个外交单位跟美国去协商，要拜托讲雷根，你爱讲一挂安达伫台湾在中一挂话吼、哦，来安达台湾人的民心，哈、哦，所以美国联总统总提出对台六项保证，啊，咱来看这两项有啥？哦，第一个就是讲美国无。意思要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啊，你注意讲，这个对台，其实这个台就是因为1979年1月7日了，就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嘛，哈。以台湾关系法所讲的是台湾治理当局，这个台是对台湾治理当局军售哦设下截止日期。第二个，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张。来参详哈，过来第三，美国未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哈。第四，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因为台湾关系法有内底哦，有一条真重要，就是讲保持美国的能力，哈，以保护台湾人的人权，哈啊财产，哦生命安全。
保持迄个武力，迄能力就是武力的，对吧？哈。啊，所以这条真重要。啊，所以美国讲伊袂修改台湾关系法，就是要安踏台湾人的心哈。你包括讲，你若台湾的经济制度稳定，嘛是美国所关切。哦，所以你若讲来封锁台湾，因为台湾是海岛，一寡物资爱靠进港口进出口。啊，你看1996年，这个李登辉咧跟彭明敏咧选总统，啊，李登辉讲两国论，啊，强啊去批评，封锁海上封锁，给人尴尬，给人尴尬嗨，伊个咧划一个区域。讲遮你拢袂使有船啊，有遮通过，因为我要刺下飞弹，迄就是咧甲咱海上封锁，或者即真严重。美国政府的迄、那个迄阵克林顿做总统，伊阵随派两架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来，吼、哦、一个独立号，啊一个叫尼米兹号，吼、哦、一个修理北台湾海岸，吼、哦、啊一个修理，吼、哦、咱这个巴士海峡这边，诶、欸、啊即爱开足侪钱啊！啊！是咱美国要安尼做，因为这是伊的权利嘛，伊的责任啊、哦。因为既然台湾我美军占领台湾的安全，我爱美国总统爱依照我拄仔讲的这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保持美国的能力哦，来保护台湾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包括伊的人权，包括伊的经济制度的稳定。因为呐，你海上封锁。台湾的美国销的物件无法度处理，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敢那占32%-34%，啊！你若又封锁超过半年，台湾内底物件食了，大家都要死啊！吼，啊，这都咱要做生意外销，这个经济制度都受到影响啊，所以美国爱出兵来处理哈、哦。这就是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该会当出兵来台湾哈，过、哦、来。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未施压力，要迫使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哈、哦。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讲的，讲伊对台湾主权的主张。哈、哦。好、哦，这就是咧保证讲要台湾人安心，哈、哦，要将。建国伊也安心就对啦哈。好，啊，你阿想，咱唔捌听到讲有其他的国家对咱台湾有啥物任何保证啊，啥物承诺？好、哦，一定有啥物密切的关系啦哈。伊、哦、较要用保证，哦，就敢那讲男女，诶，这个关系，那交往那一段时间交往那就真好啊。查甫想要甲这個女孩子娶来做某，那么这查甫一定爱讲啊，你若嫁我吼。我保证给你幸福快乐，啊！我保证每一个月拢提5万块给你买化妆品，提3万块给你买衫裤，安尼怪唔较要给你，对不对？讲怪较歹听啦吼。啊，本来无关的事，安怎爱给你保证？你保证头壳一空的哦，好、哦，对。好，那看新德乐山雷达基地，怎样会挂美国国旗？哦，这里、个、这。世界上新的普鲁爪雷达，吼、哦，这日本今毛一做，吼、哦，而且嘛，因为阿公啊最近他们日本为了尖阁群岛哈、哦，这个钓鱼台事件，今嘛每个增加两座，吼、哦，啊，这个乐山这个雷达基地以这个发射出来的电波哈，会当射一条半径3000公里，他们会当射一到。内蒙古哈，差不多东北亚拢射到，到这个周围，你有中国的飞机起飞，啊是军事调动，这个雷达拢照会到哈。而且资讯拢连接去到美军的太平洋总司令部下去哈。啊，这个咱开偌济钱？本来预算300几亿，哈，300多亿呢，结果因为。马英九伊去了做总统了，美国烦恼。哦，因为你都知道马英九这通牌吼，这未信任，所以美国佫要求讲你要增加预算，差不多加到400亿，还佫加增这个防火墙，吼、哦，这个
一挂保密房的这个吼电脑控制这物件的对吧？吼，不爱甲一挂资讯会当许骇客轻易的会许骇进来吼，去甲一挂重要的军事机密许摕走去。啊，所以你看，开要400亿。中国的中华民国企业无法度升大只，爱升美国企。啊，上衰是咱台湾人，这400亿嘛是咱台湾人辛苦所纳的税金去设备的，结果是美军在用。哦，这内底当初咧建立的是拢是美军哦，美国的工作人员咧起啊，起好嘛，美国人伫内底咧操控，哦。啊，倒来美国欢喜，啊，一寡较无重要，较互你的陆海空的，即马变做自卫部呢，吼，好，互恁偏方者呢，好，啊，所以规个主导权拢伫美国手里，代表美国真正占领台湾，吼，拄啊，比如你嘛讲，美国的军机买几百台，买几百台湾，唔免经过中华民国的塔台。甲通报，唔免伊发来就来啊！哦，所以真趣味。你若为安尼个想，就知影讲，虾米人较是头家嘛，哈。好，安那来讲，对，到底是对一国咧替咱台湾的渔民咧富裕。我咧记得无四五个前，屏东的小琉球，一个渔船的船长，伊个菲律宾的迄个海巡的。公务人员吼，拍死吼，公务船吼，啊，那么惹起真大的风波。这个菲律宾人较早拢甲看中啊，这都原来三流的国家，咱食伊过过，哇，哇、哦，因遮嚣摆啊，开枪甲咱拍吼，啊，咩人叫做原来未堪住台湾遮舆论甲攻击，讲啊，你太遐软开，哦，伊就派海巡署遐德新舰遐上大只吼，都派出。尾也搁加嘛，讲派军队海军的这个基德舰，吼、哦，我这个派出我，人一个翕相讲，啊，他系美国国旗挂较悬，啊，中华民国都挂伫咧半十只，为只就知影讲位阶，吼、哦，啊，就看讲到底啥物人是头家，哦，你就知影嘛，吼、哦。即卖中华民国陆海空军这三军。你指挥权拢是美国伫美国手里咯，哈！中华民国三军呢，战争的指挥权伫美国太平洋的苏联手里。这跟韩国同款，韩国即卖因的指挥官，无咧战争的时指挥官咧发落空过。等下南北韩战争的时，是副指挥官美国人起来咧指挥部队，哈！啊，所以真趣味。包括本来两年前，因南韩都跟美国军方协商好啊。在2024年，就是明年，伊要把韩国的战争指挥权要转移给南韩。结果迄个天安舰事件，我迄只船啊，伊用崩掉的，啊，家己唔知啥崩的。好、哦，迄件事件了，韩国政府随个甲美国要求讲，你慢些交我嘞。啊，战争的时候，要是你来领导来跟北韩战啊，对啊，好啊，所以韩国、台湾、甲日本，拢唔是100%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哦，因为连战争的时阵，日本政府已经去哦，麦克阿瑟甲修改宪法，改甲伊无，袂使有军队。未使发动，无发动战争的迄个权利，哈、哦！啊，你看因干那一定有自卫队呢，无军队，无军队要甲会成一个国家，哈、哦！啊，韩国战争的自卫权伫美国手里，中华民国同款，啊、哦，所以啊，这三个作都好，拢是较早叫做大日本帝国管辖的所在，哈、哦。过来，咱来看美国核电的意义哈。你若当选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拢爱接到美国的核电来给你承认哦。这都啊，看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吼，
和蒋介石一脉相承，赶快哈。咱来看讲2004年阿扁啊，伫3月20日，吼，伊啥物叫枪击案？哦，迄阵阿扁啊问连战甲宋祖如讲，啊，发生这案件，我看马仔选举暂停好无？哦啊，迄阵连宋和吼，伊就讲稳跳诶8%，稳赢，免继续选，哇，继续选嘞。输26,000+票，拄啊0.0228，吼、哦！啊，所以阿扁啊当选吼，哦，那样都做唔完的，都去霸占凯道，吼、哦！爱的时间，伊霸占到要一礼拜。迄阵，另外吼，咧等待美方的美国的白宫贺电，迄、那个心情吼、哦，大家呢，迄、那个记忆，大家应该要足深的吼，的、哦、一个心悬在那里，不上不下，唔代表说。无人选举，较早若选举若黑暗，差不多6点就开票，他开好就知影啥物人对啊。结果拖尾一礼拜，啊，迄阵阿扁啊，有跟美国在台协会这个理事主席一个查某个叫做夏新，伊迄阵算交情袂歹，有拜托伊讲，你嘛甲我问看白宫迄边是安那贺电还袂到。结果白宫甲回消息讲，只要你中华民国。诶，中选会，那把你的当选公告打出来，我半点钟来贺电就到位啊！这个贺电就是咧，给承认讲，你就是我在台湾的代理人，哈、哦。就敢那讲，美国即马诶麦当劳总公司派较早派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台湾的这个麦当劳分公司，啊，即马开放讲，互恁台湾人会当选这个总经理啦吼。蒋介石当初是等于许派来遮做总经理，好，啊，即马开放互恁台湾人选总经理，哦，你即马选到一个叫做陈水扁，哦，啊，你嘛爱美国总公司迄边遐发一个派令任命状，这个贺电的等于美国贺电的是这个任命状。甲你承认讲，哎，你会当在台湾做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好、哦、啊，你继续管台湾，就是这个意思，哈、哦。啊，所以一个贺电，把迄、那个迄阵的中选会主委，甲迄个当选证书打起哩，打起迄个瞬间，就随风跳落来。但是伊打起咧瞬间，人翕相机，比看啪拢翕起来，甲这个迄、那个照片。上有白宫，所以半点钟来贺电真正搞，那样的吼，迄阵嘛冻，不好打啊，冻到迄个玻璃拢磕磕破。但是打起了贺电，连咪搞了，那样知影大势已去，啊，所以就乱袂落。知影讲啊，美国承认啊，啊，美国老大哥咱，他要甲咪拼呀，啊，所以就准那样就溃散，就散去啊，好啊，台湾准开始安定了，吼。啊，这恁咱大家会知影讲，为啥你著知影讲，谁是老板？哈、哦，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啊，我著先讲到这哈、哦，以后有机会再来甲各位报告，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好，安车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啊，楼卡一楼的餐厅遐有点心会当用吼。哦